大家好，我是 YouTube 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，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。2022河南春晚节目单发布，唐小妹回归，王一博祝福家乡。中国青年报客户端讯，中青报、中青网记者沈杰群，去年 https://www.dropbox.com/nplnab4.png.dl 等于零河南春晚音，唐宫夜宴火爆出圈。今年春节又会给观众带来什么惊喜？日前2022河南春晚节目单发布，晚会将于2022年腊月28、1月30日、18、30优酷全网独家首播。 https://www.dropbox.com/nplnab4.png.dl 等于019/30河南卫视大象新闻客户端播出。2022河南春晚以家为核心主题，音乐剧家的方向，河南娃王一博为家乡送上祝福，歌手郑云龙以动人歌声诠释对于家的深情向往。 https://www.dropbox.com/nplnab4.png.dl 等于零。过去一年中，河南广播电视台推出的中国节日系列，根植传统文化，寻找创新表达。今年河南春晚延续国潮的主题风格，立意上却选择了回归当下，立足于我们身处的时刻，回望与展望。 https://www.dropbox.com/nplnab4.png.dl 等于零。晚会中既能看到数千年来中国人传承的过年的传统，也能看到新时代不断涌现和兴起的新民俗。晚会总导演陈雷表示，例如歌舞《神州门神》，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典舞以及武术的动作元素。 https://www.dropbox.com/nplnab4.png.dl 等于零。与当下年轻人所喜爱的流行街舞的相结合，少儿舞蹈《黄河泥娃》以国家级非遗泥塑技艺为原型，讲述黄河文化根脉传承。舞蹈《巾帼令》集合峨眉派传承人凌云及多为业内知名流行舞舞者。 https://www.dropbox.com/nplnab4.png.dl 等于零。通过舞蹈影视融合的叙事线，致敬不同时代中女性的独立自强与家国情怀。歌舞《天下安康》特别邀请词作人方文山与歌手张艺兴共同创作，以时尚歌舞诠释中医药文化，并通过 AI 科技赋能。 https://www.dropbox.com/nplnab4.png.dl 等于零。为观众打造出一场热烈梦幻的视觉奇观，去年河南卫视的中国节日系列打破了传统舞台表演形式，开创了网剧网综全新呈现。 https://www.dropbox.com/nplnab4.png.dl 等于零。而本届春晚回归舞台，采用舞台表演、实景演绎的形式，搭建了一个5000平方米的多场景、多维度演出空间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去年中国节日中孵化出的唐小妹、洛神等诸多爆款文化 IP 形象将全部重聚。https://www.dropbox.com/nplnab4.png.dl 等于零替代晚会主持人，并担任重要的串联角色。在开场节目《春节来了》中，唐小妹、金刚、洛神、天猫人偶五个主角齐聚，走在充满了节日氛围的老字号街上。 https://www.dropbox.com/nplnab4.png.dl 等于零。突然一道时空之门开启，五位主角带领大家穿越时空，进入到一个奇妙无穷的年宇宙之中。器乐《虎年狂想曲》呈现了一场幽默的、充满年味的、笑中带泪的演出，创意太极，下一秒。 https://www.dropbox.com/nplnab4.png.dl 等于零。用太极拳的哲学思维作为思想引导，以现代舞的影像呈现不打太极拳的太极拳节目，洛阳牡丹，国色天香，尽显王朝气象。舞蹈《国色天香》云集了11位中国顶尖舞蹈家。 https://www.dropbox.com/nplnab4.png.dl 等于零。演绎了唐朝白居易、狄仁杰、上官婉儿等传奇人物，带观众共赴一场盛大的牡丹之约。
在策划时，不论节目表现形式如何，有一个共同的标准，就是所表现的主题能够唤起大家的情感共鸣。主创表示。